现在4周年嘛，当然是能够做到40周年。我已经90岁，我会帮你推轮椅。所以我们的出场方式，欢迎主持人 Melody 沈玉琳啊。然后你还不小心踩到我的尿袋。我们入围金钟奖啊！哦，对，我们还一起当颁奖。对，这种经历是我跟别人呢没有过的。我也是啊。对啊。哇，好开心啊！对啊，转眼间4周年了，不敢相信。对呀，欢乐的时光过得总是特别快。现在节目啊，停停走走，组织去去留留嘛。哎，一个节目能够做超过4年，那真的就是难能可贵。对，真的哥教了我很多人真的智慧，真的。快别说，你也给我很多的启发。4年来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？我把我们入围金钟奖啊。哦，对，我们还一起当颁奖。对，听说是难忘的，第一次都给了这个钱。因为这种经历是我跟别人呢没有过的。我也是啊。对呀。这都在发生在热炒店。是开会的时候，就是这样子嘛，就是对个企划内容脚本，在那之前没有合作过，以前可能偶尔同台啊，心里面对她是充满了仰慕啊，就是对我们来讲就是女神等级的嘛。啊，录影之前是抱着一个那个哇，可以跟女神同框同台这样的心态，没想到一开录就没有，真的，我看到哥我都觉得哇。我的人生真的有新的启发，我从来没有太多像玉琳哥这样子的人在我的生活当中，这样子我就觉得很稀奇。可能他会有点担心，不知道怎么跟我磨合啦。那我一直问他，没关系，录了就知道了。对，哥还是哥。对。那对节目未来有什么期许？现在4周年嘛，当然是能够一直做到40周年。对，真的。40周年的时候我已经90岁。我会帮你推轮椅。所以我们的出场方式，欢迎主持人 Melody 沈玉琳啊。然后你还不小心踩到我的尿袋。这样的题目搞不好可以引起很大的轰动，可以有，可能真的会得金钟奖，有可能哦，真的。